同学们好，格网的智慧乒乓球课程已经接近尾声了，希望大家能够将课程中学到的知识运用到乒乓球比赛当中，通过比赛来检验技战术的得失，从而进一步促进技战术的再学习，这将会是一个良性的学习过程。细心的同学应该可以发现，我们前面的都是以个人为主的单打技战术，而乒乓球竞赛的另一部分双打比赛我们却没有介绍。别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乒乓球中的双打。同样是格网项目，乒乓球的双打和羽毛球不仅相同，首先乒乓球双打比赛是一人打一板，这就需要两人必须同心协力，互相信任，同时为了不影响同伴的击球，比赛中的跑动范围很大，位置也不能固定重叠，两人必须一直处在移动击球移动的状态下，同时乒乓球发球的旋转变化以及双打发球区的限制，使双方从发球接发球就开始斗智斗勇。在比赛中可以看到发球时同伴之间交流或者打着手势，都是在沟通技战术，实施策略，以保障打出的球行云流水，配合默契。在乒乓球双打配对上也是很有讲究，同伴之间合作要默契，互相多鼓励，在技术上更能互为补充，都能把自己的特长发挥出来，一般有左右持拍手的配对，这种配对在站位可以一左一右，有利于缩小跑动的范围和充分发挥两人正手攻球的威力，也有打法风格的配对，例如一凶一稳，一快一慢，以增加节奏变化，或者不同性能的球拍也可以配对。既然说到配合，那首先就要介绍一下跑位。一，双打的配合和跑位移动。双打的跑位范围比单打要大得多，因为不仅需要不停地跑位回击球，而且还要以不阻挡和影响同伴的跑位与回击球为前提，可以说是既要移动得快又要移动得默契。虽然双打中由于落点是变化的，跑位应该是没有一定的规律，但一般来说跑位力求做到以下几点就可以了。一，不影响同伴的视线和判断来球。二，不妨碍同伴抢占击球位置和还击球。三，有利于自身缓解下次来球。下面我们就根据配对组合来介绍一下基本的跑位方法。第一种，左右手握拍同学配对，常用横向或横斜向移动，即八字移动，一般是在击球后向自己的反手一侧移动，从而将整个台面让给了同伴的正手。如果是没有找到左手握把同伴怎么办？那么第二种就是右手握拍同学配对，可以采用三角形顺时针能转的移动方法。同伴在击球时，你站在同伴的反手侧，同伴击球后向斜后方退至你的后方时，你横向移动到同伴刚才的位置，而此时
同伴移动回你的初始位置，从而顺时针能换换位。可能你会问，如果都是左手握拍的同学呢？当然，左手握拍的同学和右手握拍同学是最好的配对方式了。那么如果都是左手握拍，该怎么移动呢？请在讨论区里面写出你的想法。另外，除了以上两种跑位方法外，还有不同打法配对的跑位，具体的可以在助学资料里面查看。二、双打战术。由于双打是两名选手交替击球进行比赛的，所以在技术动作上与单打没有很大差别，战术上也与单打基本相同，只是由于双打是两人协同作战，个人的技术特点和风格不仅相同，所以在战术运用上要比单打复杂些。除了要很好的研究对手的特点之外，还要根据配对同伴的特点来确定战术的运用策略。在双打比赛中，先发制人、力争主动的战术思想尤为突出，往往在前三板中就决定了一分球的胜负。双打的计算术主要是发球要发得短，弧线要低，旋转要有变化。因为双打的发球只能从右半台发对方的右半台，如果发出台，对方就能抢先上手拉起来，如果弧线偏高，对方可以调打，这样就很被动。接发球主要有摆短、劈长、反手凌拉、正手挑打、正手抢拉等。相持中可以采用紧盯一脚的战术，这样可以迫使对方两人在一脚匆忙换位，这是再变另一脚，从而使对方被动失误。双打比赛中要抢先上手，正手进攻得分为主，包括发抢、接发球抢攻。相持球中正手的使用率都比较高，所以在练习中要注意双打发球的专门练习，以及突出移动中的正手进攻能力。说了这么多，大家肯定想约上搭档一试身手，不过不要着急，双打的规则了解吗？虽然单打规则大家都比较熟悉了，不过双打发球的次序以及决胜局五分时的发球和接发球的次序可要认真对待。在视频下面的助学资料里，我们对双打的规则知识进行了介绍，同学可要看完再去比赛哦。好的，最后祝大家能在双打比赛的默契配合和斗智斗勇中收获友谊和信任，获得运动智慧，促进提高乒乓球技战术水平。谢谢。